在外人眼里看起来虽然是一场大闹剧，但是在韩国进入紧急戒严的那六个小时是一点都没在闹着玩。那紧急戒严令启动之后，韩国司令部随后发布了包含禁止群众游行和管制媒体等宣导物等等六大要点公告。娱乐业界也一度传出各类的庆典、娱乐活动、演唱会、粉丝见面会等等活动必须要取消，韩国艺人行程全面暂停，让整个韩国娱乐圈是惊慌失措。那六个小时的紧急戒严令啊，在韩国的每天都进入紧急戒严之后，韩国的娱乐圈内外氛围是非常的紧张。我们的工作人员、艺人和民众更是在国境内外与戒严部队展开了搏斗。正式戒严之后呢，韩国国会议长就下令要召开全体的紧急会议，以对总统的戒严令来进行投票。但是国会大楼呢，就在第一时间被封了下，许多人员根本没有办法顺利的进入。而韩国国防部啊，更是先后24次出动了直升机，空降了230多名的全副武装戒严军。
而这种种的丑闻啊，都导致丈夫尹锡悦的支持率一度跌到17%，创下上任以来的新低。好了，无论尹锡悦他颁布紧急戒严令到底是不是跟宠妻护妻有关都好，尹锡悦他的政府现在已经是四面楚歌。在韩国结束了6个小时的紧急戒严之后，那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已经发表决议文，敦促尹锡悦立刻下台。同时，韩国最大的工会也呼吁无限期总罢工，直到尹锡悦辞职。而总统办公室首席秘书级别以上的那些高级幕僚啊，也在今天通通集体辞职。至于韩国六大在野党，今天也已经向国会提出要弹劾总统的动议，预计这个星期六就会进行投票了。那如果弹劾案通过的话，总理将会暂代总统，宪法法院呢会就弹劾做最终的裁决。一旦确定弹劾成立，那么韩国就必须要在60天之内举行总统选举。好的，暂时打住，让我来看各报头条。王华总统下戒严令，韩国危机6小时。新州韩国戒严今天6小时，尹锡悦四面楚歌。南洋庄稼品暂缓中高价品税，又让所税税种扰乱市场。中国报一党女议员诽谤火箭三英，浪眼心计赔82万。王明名作家轻生亡，琼瑶天然去了，享受86岁。医疗保险保费飙涨的议题持续发酵，那即使面对民众强烈的反弹，即使国行那边是已经开声要求重新审查这个保费的涨幅，但是大马人寿保险工会呢依然坚持立场，更在昨天发声明强调，将会按照计划在明年调涨保费。五名工会党的议员今天在国会召开记者会表示，他们不满保险公司无视国行的检讨指示，执意要涨价，同时呼吁作为保险业者监管机构的国行应该要对保险公司进行干预，以彻查保费涨幅是否合理，以及是否存在着过度盈利的现象。那其中一名抗议的 YB 是公正党当央发鲁区国会议员沈志勤，他就表示自己在短短的14天内已经通过电邮、电话还有 WiFi 收到了超过147家的投诉，那主要都是反映医疗和健康保险保费上涨的问题。那除此之外，现在还出现了一个不平衡的现象，那就是保费涨，保额却不涨。那这样对于人民来说是极度不公平的，因为买保险带来的实际价值是越来越低。那出席同场记者会的地方老国会议员潘伟斯则表示，如果保费飙涨的问题没有获得解决，可能会引发前所未有的公共卫生危机。一旦目前能够负担私人医疗的群体，他们因为保费和医疗费用上涨而被迫要转向政府医院的时候，那将会进一步的加剧公共医疗系统的压力。那毕竟政府医院本来就已经超出负荷了。假设一下嘛，如果连私立医院的病人他们都通通涌入政府医院，那必定会面对严重的负债问题。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受到社会和议员们的双重施压，摄影协会今天的口风居然有所转变。那摄影协会通过文告澄清，他们目前还在与国行商讨减低投保人负担的可行措施，从来没有说过保费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上涨40%至70%的情况，这种说法是报道错误解读了。而寿险协会也将遵循国行的指示，计划明年中公开私立医院的部分医疗费用数据，让消费者能够清楚比较不同医院的收费差异，并且对私人以及政府医院的医疗成本有更明确的了解。那保费飙涨的课题引来了社会关注，而国会下议院今天也讨论到了这个课题。财政部副部长林建英今天下午在国会上院表示，保费上涨的课题呢属于国家银行的监管范围，并且涉及多方，包括保险公司与私人医院等多个单位。林建英说，目前政府正在与国行积极的磋商，希望能够找到妥善的解决方案。然而当部分的议员试图要在国会进一步追问详情的时候呢，林建英则是以不同与他个人无关为由，停止了
酸的排位。好的，休息一下，先进一段资讯。那半岛多州发生大水灾，不少人的家园都变成面目全非。那政府也陆续发放援助金，协助灾民渡过难关。不过，吉打大臣今天揭发，有灾民却利用制度漏洞，趁机敛财，骗取援助金。回来再跟你聊更多。穆斯林到底可不可以练瑜伽？那有传教士最近就表示，瑜伽是源自于印度宗教仪式，所以穆斯林呢是不能够参与的。但其实我们的前首相阿都拉他也曾经针对过这个课题发言的，但他呢就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回来再聊。Just big thank you。多达17个频道，电影人人分享，还能免费升级奖金 Xbox。更多详情就在 MyX App。Unstoppable force, and I'm going to let down my feet.